球圈啊，嗰個叫做羅子嘅羅子俊啦，你好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你同傑志嘅淵源點樣開始嘅？咁一定係巴塞足球校嗰陣時開始啦。咁參加完巴塞足球校之後就跟咗朱 Sir 啦。咁朱 Sir 就之後升咗去踢傑志 U13 開始啦，係啦。跟住一路慢慢一級一級咁上 U15 跟 U18。跟住就係到一隊傑志，由傑志即係由巴塞足球校啊，去到傑志 U13嗰時都係踢進攻中場先。跟世榮睇得出我可能即係踢中場嘅競爭好大啊。跟住咁佢就叫我踢閘試下啦。咁跟住一路試，由 U15開始一路去到 U18，跟住就踢閘。最深刻嘅印象就係對伊高啦，即係喺上一季對。大埔咁第一次對嗰時候就已經係銀牌決賽嗰場啦，咁最深刻。咁即由決賽就已經係對一個咁犀利嘅人，即係嗰陣時仲要狀態好 top fit 嘅人啦。咁踢到即係由一開始就要好專注啦，即係無論教練啊都提點我，跟住就每一次埋到去都要好專注，因為佢係一個當你一稍為一唔專注咧，就會可以過到你嗰嘅球員啦，同埋速度好快嘅球員，咁所以每次同埋。最深刻是去到即係嗰場波去到下半場啊，60、70分鐘開始就每一次可能每一次波都是去到去嗰邊進攻嘅啦，咁跟住自己即係專登喺嗰邊搞你，係啦係啦，可以咁講，即係自己一第一次遇到呢啲情況咁樣啦，係啊，即係因為可能。我自己的體力都下降啦，睇得出俾人，跟住係咁喺我嗰邊去，咁即係呢個經驗即係第一次，即係嗰陣時就即係都係一個學習嘅經歷啦。即係當你自己體能下降嘅時候，但係又要對住呢啲速度快啊、靈活啊、技術好嘅球員嘅時候，即係自己要點樣去防守啊，都係一個經驗。問下你的感受啊，即係作為一個閘位球員，又係後生仔，又僆仔，啱啱上啦。會不會被人扭過幾次，失去信心，有啲怯咁樣？一開頭都會噶，咁即係嗰個心態啊，嗰個心理上，即係係咁俾佢扭過，咁跟住諗住放棄啊，唉，唔追啦咁樣住。sorry， 但係跟住咁之後就係可能阿海啊，即係好多，甚至坤兒啊，即係以前嘉偉啊都即係見到啲情況都會。跟我講啊，就算即做青年球員，你俾佢扭過唔緊要，最緊要你有嗰個心態，你想去追翻，你想去無論呢次俾佢扭過唔緊要，下次再搶翻個波啊咁樣，係啊，即係總有一次你會一定會搶到佢波啊咁，即總之你要即年輕球員，同埋你尤其是做防守球員，你要俾佢心態就係俾人見到個心態就係你要。每次都要贏到佢，即係搶到佢個波咁樣。就算搶唔到，都要纏住佢啊！唔好俾佢咁輕易咁樣就過到你咁樣，係。好多球迷都會覺得羅子咧啊，個人好冇手乖仔喎，踢波亦都好斯文啊咁樣啦。其實唔踢波嘅你係點嘅？踢波嘅我都係即係可能平時練完波都係可能。翻去打下機啊，甚至睇有時睇下書咁，即係都其實都啲好個人嘅活動啦。即係有陣時可能會有揾啲朋友出去食下飯咁樣傾下偈，係咯咁樣。由一開始細個唔係踢波咧，即係我覺得自己應該會係一個好內向啊，即係依家都已經少少啦，都唔係話好外向啦。即係如果唔踢波係更加內向啦，即係唔會話同人講嘢啊嚇，即係都同人講嘢都會已經係好怕醜啊，即係嗰啲咁嘅人係。即係踢波即係俾我帶咗俾我好多嘢咯，即係由即係巴塞足球開始啊，即係一路踢傑志啊，跟住都即係唔止就係教咗踢波好多嘢，
仲要教咗我出邊，即係譬如待人接物啊呢啲嘢。所以如果唔係踢波嘅，我應該會係一個好怕醜嘅人。揀得你去踢 U 隊，你梗係有翻咁上下實力先至踢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你喺個 U 隊裏邊，你都算係比人哋叻啲啦。但係可能你去到職業隊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啲職業球員，嗰個實力係完全兩回事嘅。咁一個作為一個細路仔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挫敗感？哇！我原來同嗰啲一隊嘅球員爭咁遠。一開頭都有嘅，即係嗰個感覺係嗰個心理係會驚咯，即係會驚，會驚做錯啊，咁跟住又俾人鬧啊嗰啲。跟住但係慢慢即係有好多隊友啊，好多前輩啊，譬如其實啊 Conny 啊，即係我第一年開始嘅嘉偉啊，甚至阿楊啊，佢哋嗰啲都會好提，即係唔即係當我做錯嘅時候，佢都會係提點我嘅方式啦，即係唔係一嚟鬧我嘅方式。咁即之後跟住就慢慢feel 到即係大家都係好想我進步啊咁樣，跟住就。又慢慢改善到啊，即係更加努力嘅練習啊，咁樣，跟住就慢慢個自信心多咗，係即係好緊要係個信心咯。即係你對曼城啊，都入咗你職業足球生涯嘅第一球，仲要係入曼城嘅比賽，當時係咩嘅心理狀況咧？入咗個波之後，當時係自己都估唔到，即係自己都諗係咪真嘅依家。即係當我入完波之後，我都唔知點樣做去慶祝啊，成跟住就見到隊友喺度就攬埋一嚿啦，就慶祝咗。所以即係當時入完波嗰刻都唔知道做咩好，係啦，嗰個空白一片係，即係冇因為冇諗過係我會上到個位添啦，即係一出場係用打閘位啊，都係咁冇諗過會可以會。衝到上去嗰個位入波，所以嗰陣時入完波都係空白片。你哋咧當時咧傑志嘅年青球員當中呢一輩咧，你哋叫四小將啦。當時即係講緊阿 Tiger 啊、阿龍啊，仲有阿卓斌啊，同埋你啦。咁你當時咧見到龍仔最早出咗嚟啊，彈出啦。咁佢亞冠入咗球波之後，咁嗰一次你眼見佢入波，同你而家自己入波嘅時候，又有咩唔同？嗰陣時睇佢入波係喺現場睇啦，真係好激動啊！嗰下係即係可以睇到由細到大嘅隊友可以咁樣入波，真係好等佢高興啦！咁第一時間，跟住之後諗翻，即係再喺度睇啦，又諗翻，即係自己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咁樣喺大球場啊，咁樣又入波咧？即係仲要係係好多人面前啊，即係可能對啲強隊啊咁樣入波，即係之後都會諗翻，即係幻想自己都希望會咁樣做到，係。咁到嗰刻對曼城，雖然唔係啲國際賽啦，都叫做係你一個。好深刻嘅一個入球，你唔可能忘記嗰個你嘅第一個入波。係啊，因為真係對住曼城英超球隊咁，即係呢一生人都唔會有第二次，我相信係。所以係咯，即係呢個入波，雖然即都係個比數都係輸啦，咁同阿龍嗰個球一定係有啲唔同啊。佢係贏波咁，但係雖然都係輸，但係。即係呢球對我自己嚟講，嗰個感覺好大啊！即係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信心咯。即係變咗係。每一個球員都希望可以踢到香港隊，我相信喺香港。咁穿起香港隊嘅球衣，對於你嚟講個意義有幾大？當然係非常非常大，即係由細個開始就已經好想去代表香港隊去比賽，係啊。咁因為始終代表香港隊去比賽，那個動力是很大，即係你會感受到所有人都是為你打氣嘅，即係支持你啊，跟住去贏嗰場波係。嗯，你踢柬埔寨嗰場波，明明你可以正選，到底發生咩事咧？呢、這個
即自己都第一次遇到呢個情況，就係、是、即當去到熱身去到差唔多尾段啊，即去到、即可能 keep 下波啊，自己一隊人去 keep ball possession 啊，嗰時就俾隊友散中咗，即近距離咁散中咗個肚嗰個氣門嗰個位置咧。跟住就突然間即好唞唔到氣咁，好難透氣，好難呼吸到。跟住就就突然間個頂唔順，就想暈暈地咁樣，即暈咗喺度，之後眯埋咗眼咁樣。係。跟住就呢個係第一次暈啦，即仲有第二次，即之後係唔知點解，即暈咗之後，第一次暈咗之後啦，咁跟住好搞笑，阿志咧就撳我人中，跟住即醒翻嗰時見到佢係咁撳我人中，就我醒一醒，跟住咩事咁樣。即係起翻，即係知道自己做緊咩嘅咁樣係啦。跟住就嚟到，即係我哋物理治療師啊，即係軍醫啊，都出嚟問我 O 唔 OK 咁。跟住我起翻身，知道自己咩事，就話試下啦咁樣，想試下。咁跟住就即係吸大啖氣啊，咁樣深呼吸啊，咁樣一路上就唞翻順條氣，咁就繼續熱身啦。跟住但係深呼吸，一吸大啖氣嗰時，唔知點解又想暈啦，即係又暈一暈咁樣，跟住就最後教練都係都叫換人啦，即係唔好搏啦咁樣，係。跟住唞咗一輪之後，跟住就俾佢哋當地嗰啲醫生啊，可能檢查完啲血壓啊，成啊咁樣，跟住就 OK 咁正常就可以出翻去睇波啦。係，如果俾我覺得係寧願即係繼續喺裏邊 check 啊 check 耐啲都唔睇波，因為即係本身個感覺好咩，即係好想去踢嘅，因為本身係有機會係正選落場，跟住但係好可惜即係突然間發生啲事，咁就有啲意外就踢唔到，跟住望住隊友去踢啊。即係自己好想去參與埋一份啦，係啊，那個感覺係。有冇啲眼濕濕咁樣？都有少少，因為真係因為自己第一場香港隊正選嘅比賽啊，唔係話友誼賽啊，唔係話其他比賽，係真係世界盃個圍賽啊，咁即係呢個係即係對我知道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啊，都係。所以冇得踢到，所以一定係有啲好傷心，係少少傷心嘅感覺係。雖然頭先講緊去到踢柬埔寨嗰場比賽，你冇辦法即係冇出唔到場，但係你亦都喺本地嘅主場嘅時候踢香港隊咧，即係對到伊朗啦，即係伊朗係亞洲一哥嚟喎，你落到球場對住佢哋，你又覺得個差距有幾大？即係譬如喺香港就咁港超自己。本地的節奏已經是跟外面即跟亞冠啊亞協已經不同，那亞冠啊又跟即伊朗那些代表隊那些節奏又不同，即伊朗那些節奏是 很高啊很高速啊 很頻密啊樣，所以是那個是很好體驗啊。那你覺得球迷的支持對你們比賽有多大的動力？一定是好一百分的動力，因為當你即當幻想的情況就是當你踢到很累啊，很想放棄的時候啊，但你聽到球迷打氣聲啊、歡呼聲啊，咁你就會好似插電咁，你就會即上曬力去追啊、去搶啊、去踢埋場波去。即係會仲要係踢翻場好波啊！最緊要係即係你會想去盡力去完成呢場比賽係。係咁啊！大家都睇好你上位啦。你自己有冇感覺到一種壓力？又冇嘅，其實即係覺得只要做翻好自己啊！即其實係我覺得係對自己個要求啦，即係。如果對自己做翻好自己啊，對自己要求
做翻到自己要求啊，咁咁我覺得就 O K 啦。即係無論可能你話有陣時即係外界可能覺得你一場波踢得唔好，咁又未夠班啊，又或者批評你、啊、批評我係啦，咁呢啲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即係我都會睇，即係覺得如果你係啊真係做得唔好啊自己咁呢下，咁咪下次即係練波啊咁練習再嚟過做翻好啲，咁之後再去就可以做得更好啊，就可以去接到班咁。嗯，入咗行咪好耐，即係而家嘅羅子敦只係22歲啦。你覺得自己係咪年青球員？唔係年青球員，已經即係由過咗20歲開始，我自己覺得嚇已經不是一個年輕球員了，即係我自己覺得是要去真的要開始去接班啊，即係無論球會方面啊，你都要開始去準備去要去有個諗法是要爭嘅正選嚟踢啦，而不是話我是即係後備咁樣，或者係你靚仔年齡靚仔啊名都冇咁樣，即係唔可以再有咁嘅心態，即係要去爭取去正選呢、這個機會去踢咯。在傑志也好，或者香港隊也好，大家都說左閘沒有人上到位，現在你又上到了，但丹尼還是那麼 fit， 他這樣的年紀還踢到，那你又跟他是隊友，又是他學習對象，也是競爭對手。 我覺得首先是真的要，如果踢左閘方面，我自己本身是右腳，是的，所以如果真的要爭贏他的話，首先在左腳方面要下一些功夫，即始終我右腳球員不是話好慣左腳喺個閘位度用左腳攞波，跟住再去望前面啊，即係俾啲波隊友咁樣，始終係有啲唔習慣，所以如果真係要要爭到個位翻嚟咧，就一定係用練翻好嘅左腳先，係我覺得。係啦，嗱，我睇過你訪問咧，即係你都形容你好中意踢波啦。是即是能够将一个兴趣成为职业是很多人的梦想来的。是如果我问你罗子俊你的足球梦是怎样我的足球梦如果由细个开始当然就已经很简单说成为职业足球员樣啦但是一路大一路接触了很多了、嗯、即由可能接触去到即由青年軍啊，譬如去出外比賽啊，咁樣即係接觸到多啲啊，跟住又去上到一隊啦，踢亞洲賽啊，咁即係之後接觸咁多嘢就，當然第一個夢就梗係踢世界盃先啦，即係可以。嗯。咁跟住之後就球會方面一定係，即可能譬如近啲嘅，依家就可能可以踢翻亞冠啦，即係喺球會。咁跟住，因為踢亞冠，即係呢個水平係喺亞洲嚟講係最 top 啦。咁所以一定係可以接觸到更加高水平嘅球員啦。咁、嗯、從而即係令自己都會更加多嘅進步。咁跟住最後梗係世界盃啦，即係希望即係可以去到即係香港隊可以去到。不止外圍賽，即可以出線，不止外圍賽出線，是直情可以入到去決賽就係。呢、這個當然是一個即一路一做球員一個夢想啦，係。如果我問阿羅子你的恩師是邊個，你會講係邊個咧？我會揀朱 Sir 先啦，因為始終由細即就巴塞嗰陣時開始，其實是他揀我入去即係踢嘅，即係選我入去。咁如果唔係佢選咗我入去巴塞，咁跟住就一路對傑志一路踢，一路去到 U18 咁樣提升上一隊，咁都係佢帶到我出嚟咁樣咯，可以咁講。所以如果揀恩師，一定係朱 Sir。羅子俊佢喺我哋傑志啊，差不多係一路一路大，佢由12歲開始，咁佢性格冇乜點改變嘅，佢都係好內斂啊，個人好靜啊，咁有優點亦都有缺點，咁可能喺足球員嚟講，可能就即係有咩都收埋自己，就唔足夠去做
團隊嘅嘢 ，teamwork 嘅嘢，佢可能佢要 open 啲啊，接受啊，接受同啲球隊友溝通啊，咁呢點佢就做得冇咁好嘅，即係咁，但係佢個人就冷靜啊，你又唔會擔心佢一個球場比賽，佢會過火啊，或者做啲無謂嘅犯規，令到出場或者攞牌啊咁。佢呢樣嘢冷靜，同埋佢本身都好接受人意見啊。同埋一個好乖嘅細路先，如果球員嚟講，佢係一個紀律性幾高嘅球員嚟嘅。你同傑志嘅感情唔使講啦，你一隊波睇嚟睇去都係傑志啦。有一個説法咧，叫做一生一球會。你有冇諗過一路喺傑志踢到你嘅職業生涯完結？有諗過嘅，其實都有諗過。首先，即傑志喺香港嚟講係好好嘅球會啦，即係無論喺資源方面啊。在人物方面啊，所以所有嘢都係好好啊，所以其實都有諗過即係喺傑志踢到老啊，即係踢到去掛靴咁樣，係啦。所以但係如果即係當然，如果即係有機會出去外邊啊，香港以外咁一定會考慮，係啊。所以係咯，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幾年越睇得出越難，佢哋嗰啲無論球國家隊啊，即係佢哋國家隊甚至係球會啊，佢都進步咗好多所以同埋我覺得越南嗰、那個即係踢法啊，甚至水平都好高啊，即係開始高進步啦，同埋好啱我啦，即係好啱我自己，我覺得。所以當去到嗰度嘅時候，我會學點講咧？我會學。集到多啲嘢咯，再即係當如果去到嗰度踢職業，咁跟住可能再翻到嚟啊，咁會可以幫到好多，即係幫到我自己。譬如睇得出佢越南國家隊即係對其他外隊嘅時候啊，啲強隊嘅時候，其實佢都保持到佢哋嗰個踢法啊，即係。都是控傳啊，同埋睇到啲身形啊，嗰啲都係同我哋差唔多啊。咁即係但係人哋可以踢到個嗰種踢法，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去到嗰度踢越南踢即係會學到好多嘢，翻嚟到香港隊嘅時候會好有用咯。我覺得會咁諗係。咁啊即係我哋都期待阿羅子啦，你喺香港隊嘅表現咧，繼續。可以進步啦，因為真係好多人都睇好你成為香港隊嘅左閘嘅常規正選。咁啊希望下一次再同你做訪問嘅時候，可能你係已經係長流啦。好，多謝你。Thank you。你睇緊嘅係香港本地足球專區，我係羅子俊。